大家好，我是雅欣。现在的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人心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浮躁了。每个人都想着走捷径，想着怎样更加的省劲儿。其实呢，这一点很正常，但是有时候走笨路、走慢路才是一种有远见的人生态度。在南北朝时期呢，南朝的梁国跟北朝的魏国两个国家互相看不对眼，时间久了矛盾也就越来越深。梁国的皇帝萧衍一心想着消灭北魏，但是消灭北魏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，因为想要打入北魏呢，就要经过寿阳，但是寿阳这个地方地形很复杂，易守难攻，很难攻克。当时呢，很多大臣们都出了很多的主意，但是都想不通。后来呢，萧衍呢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想在寿阳的下游修建一个水坝，利用淮河的水位上升把寿阳给淹了。理论上这个计划好像行得通，但是执行起来呢却没有那么简单。当时的很多专家也指出了，说淮河的河床里面啊全是泥沙，如果说在这上面修建水坝肯定不会很牢靠，所以说如果想要修建水坝，那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泥沙问题。但是这个时候的萧衍一心想要消灭北魏，想走捷径，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，就让工人们没日没夜的干。魏国的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儿以后呢，很担心，害怕自己国家灭亡。但是魏国的宰相却说，你看那个水坝用了多长时间就建成了，它肯定不牢靠，皇帝啊，您大可放心。果不其然，大坝在建成的五个月之后，有一天天降大雨，淮河的水位暴涨，水库呢瞬间就被冲满了水，突然间轰的一声巨响，这个水坝就塌了。当然这个周围的老百姓呢也全部都葬身在了这一次的洪水当中。我们说这个萧衍的想法很大胆，很有创新，但是他没有遵循自然的规律，让百姓们最终用生命来承担了这个代价。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很有创意，很有想法，总想着抛开传统的一些观念去大胆的创新，好的结果呢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，那么不好的结果呢，不仅事儿没办成，还白折腾半天。左宗棠曾经写过一副对联，上联是能受天磨真铁汉，下联是不遭人忌是庸才，意思是相比那些投机取巧的捷径啊，经受磨难的笨路才是真正的聪明路。我们说做人要笨一点，无论是处事还是处人，才不会吃亏。你要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但是皇天肯定会辜负那些一心想走捷径的人，因为老天爷既然设计出了那么多曲折的路，肯定有自己的深意，怎么可能会让你就那么容易钻了空子呢？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，喜欢我们视频内容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私信我们互动交流，下期再见。